Hello， 大家 ，Bonjour， 欢迎回来到我的 Paris Vlog。我们 miss flight 啊，完蛋！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miss flight。我们来 airport 一日游。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等我们的 luggage 被打回来，因为我们要 collect 我们的 luggage， 然后冲去 London airport。其实刚刚的情况哎，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迟到，而且我们还提早了大概三个小时到机场。那因为我们就走去吃午餐。然后这里忘记讲了一个重点，为什么我们会去吃午餐，是因为没有出那个 gate 的号码，所以我们就是一边吃一边等那个 gate number 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走去。我们是一点半飞的飞机，它在十分钟前还是大概十二分钟前它才出 gate number， 我们看到 gate number 出来我们就去上个厕所，然后我们就走去啊。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 terminal 在整个机场的最后面，我们大概走了个12到15分钟，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32、33分这样子。 gate is closed， you guys can get in， 整个就是傻眼。 The worst thing in my life， 我们的 bag 来了，也是Where is the line between dreaming and feeling blue? It's 4 o'clock in the evening. 我们来花了大概一整天，十个小时，我们终于到 Paris 了。嗨，嗨。Paris， 你看这个锁匙，古董锁匙，几 Q 哦？哦，看我们的房间，小的可怜，是不是很小个？但是非常的 Paris 风。这里出去外面是，迟到了，晚上10:25，我们就在我们家楼下隔壁的一个 restaurant 吃东西。然后 apparently 这个 restaurant 是蛮有名的，我是进到来我才上网 check， 大概是有1.5K 的 reviews， which is 很好。一下，我等一下的 food 是很好吃的，很 normal， but 味道就是你不用 expect 来那种。很好吃，很好吃，没有。是 OK 啊。对啊。点了一个 steak， 一个鸡，是不是很像海南鸡饭的感觉？那个店没有了在里面堂食，因为 COVID 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在马路旁边。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我买了超多。黑色的这个是 semi croissant。
全部人都在拍蒙娜丽莎的画，超多，很夸张。有两个 player 的，那位100吗？我们现在这间店名叫 Le Escargot， 是一个巴黎的老店，就是1853年就开始了。然后这间店是卖蜗牛，就是卖 snail， 然后他们的蜗牛是非常有名的。我在伦敦的时候有 try 过吃蜗牛，就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就来 Paris 的时候就想，一定要 try 带这个来。Our first time eating snail. Cheers. But I think for me.It's really better without the fingers. Yeah, yes, because this is so hard. I think it's easy and you can do, no problem. 原本我们是用这个架子吃的，然后我们就一直架的时候就架不好，然后很难吃。对，那个人就跟我们讲，他们呢很 traditional 的 French 是用手吃，还有那个太粉丝一样，他讲不需要用那个。我操！你跟镜头解释一下，给我镜头看。有那个 sauce。Oh my god！ 这是 scallop truffle risotto with bourguignon， 很 traditional French dish， 就是 red wine 跟牛肉一起煮。而且第二间酒店，那我们就是前面住两天在另外一个 hotel， 然后后面两天住这个 hotel， 后面两天一看是就是 Eiffel Tower， literally Eiffel Tower is opposite。Bonjour。Bonjour。来来吃我们的午餐。好吃不下，那是什么？都忘什么味道了？什么味道？就你一吃酱大口吧，一开始。Yeah, stay in the hotel. Okay, I'm gonna trim them a bit short, so it's more convenient. 刚刚我买了一束花，你们看漂亮。我觉得来到巴黎一定要去看去他们的花店买花，因为就是他们的花就是各式各样，然后
很漂亮又很便宜。刚我们去那店，那个老板跟老板娘很可爱，整个店就很有 vibe， 就是很 artistic 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真的是来到巴黎了。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口红。刚刚两分钟之内，从一个大太阳直接马上下超大超大的雨，还下冰雹，看这个全身湿到完。我的花，那是长什么样？Bonjour， 我现在在 Paris。 我们今天入住的 hotel 是铺麦 hotel， 给你们大概参观一下。这里就是有一个书桌，然后有 coffee machine， 还有一张大大的床。接下来重点就是这个阳台，我跟你们讲，我进这个酒店原因纯粹就为了这个阳台，因为这阳台看出去就是 Eiffel Tower。 好，可以在这里拍美美的照片，然后吃早餐。厕所是一个很干净，就是很普通的厕所。等一下我们会去走走这样子，然后再看要去哪里玩。The chairs are on the table. The floor has been swept. 就是 TikTok 很有名拍 Eiffel Tower 的一个 spot。My worries, I prepare for something new. Whatever it was that held me back, I'm sure it wasn't true. Seem like your body don't know how to hold you. So maybe I can instead. Got so many battles you need to fight.我刚刚换了身衣服，就为了想要在外面那个阳台大拍特拍。你知道女孩子每次都是这样来，要一个很美的酒店，就当然是不能浪费嘛，对不对？而且酒店的外面就是 Eiffel Tower， 你觉得我可能可以错过这样的机会吗？在外面狂拍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现在冷到我的鼻子都红了。